非常之有可能。都没有比较坚硬的石头。哎，破盾斧给你们啦、啊，破盾斧给你们，我用不到。弓箭也给你们。等下完工哦，完工。好好好好。哎，有隐形哦，桥上。他跑到右边去了。二塔有人守吗？二塔现在，我现在二塔，我现在二塔。好好好。我可以等你过来。哎，我可以等你过来。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是的。嗯哼。唐氏进来了。对。农哥没有进来我们家了。好、哦，到你们那边喽。对对对对对对对，巧克力注意一下哦，他上去了，好像上去了，好像上去了。杰克，你有吃的吗？没注意到啊。没有。好不？我带吃的过去给你。嗯。挖路哎、欸，给你，啊、你怎么一直带着弓啊？看看牛排 ，OK。杰克，你在中间吗？嗯，家里那个是还是找不到啊？是有人掉下去了吗？哦，没有。哦，对，他掉下去了，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经济，只在我们家上面。啊嗯、啊，不是我，没东西啦，早就已经先拿完了。这个打爆他，所以他还在我们家那边啊、哦。嗯，喂，有哈基啊，他怪不起啊，睡睡睡睡，偷偷打打打打打，打 Cree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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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打，哦，有人，有人，喂，小心哦，小心哦，哈基要出去了，好，他传送过来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睡睡睡睡睡睡，过去有没有看到？我没动，我没动，我先退哦。右边，右边，右边，他绕右边去过去了。右边，右边，绕过去了。好，没关系，我们也干掉他们一个了。他们谁？小雨跟哈基，又是他们两个。哈基在我们家，哈基在我们家，往我们家走了。他现行了吗？他现行、哦。还没，快了。好好。哎、欸，杰克，哈基哦，哈基哦，嘿嘿。哎，哎中。哎、欸，等一下，他们刚刚的剧情也是这样子哎、欸。对啊，好像也是。小雨是小三。所以都扶正了，都扶正了，扶正了。大家小心小三啊，小三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啊。哎、欸，他是不是又绕到外面了？哎、欸，打到了。OK， 哎、欸、，OK， 危机解除了，危机解除了。那、欸、你们要来前面？好，我来。那个，喂，二塔那一把钻剑，哎、欸，对，钻剑我丢的。哎、欸、哎。欸哎、欸，那小黑你在中间是不是？我在中间跟他们打、啊好，我没有盾牌。哇，所以我想要后退一点。好，你后退一点。而且我没箭矢了，我想退走了。我身上没有箭矢，对。我拿了六颗绿宝石。嗯，好，那我先回去哦。好，你先回去。OK。看，等一下要不要那个、啊、那个繁星跟我稍微往前 ？OK， 嗯，看你们守，因为我跟繁星的话至少有抗性。嗯、好。不要小看我们情侣的力量。哎、欸，他们来，他们一直看着我们。他们很想要那个，对他们想要打过来。麻烦你需要钱钱吗？不要。啊，我很多钱钱需要跟我讲。来了来了。还一个，我竟然在联盟对战遇到教主了，斗内求打小力一点。都没有现行的东东，自杀了。感谢汤包包遇到我了。哇，看隐形，那就粒子效果啊！哇，可惜我刚砍了他们好几下了，苦力怕没砍死。没关系。哎，召唤我们。哦，我已经叫我。哎，繁星。看到你需要一点食物，帮我换一点。你好，等一下也给你们。感谢。团团需要钱钱吗？我这有钱。需要需要，你在哪啊？等我一下哦。哦，中央喷钻石。哦，那繁星去吧。我在商店区。哈基刚刚应该也是隐形哦。我刚刚看他。放箱子哦。我拿了。哈基刚刚隐形，所以你们可能要看一下。小心一点。对。中间喷钻石是中间是哪里？左右吗？啊，有可能啊。那个钱你还有剩吗？还有还很多，还很多。好好这边给你，等一下哦。我忘了换剑士，有个一组就可以。这里、啊、没有，我不用那么多。嘿嘿嘿，我看他们人哦，有人哦，有人哦。
你说二塔吗？一直听到脚步声。哦，看到了。可以吗？可以吗？没打到，等一下，我这边里面绕。好。他应该在里面。哎、欸，等一下，这游戏没工作台吧？我不然想要做戰，那你就那个堵住啊，让他出不去。嗯，好，里面应该就只剩你跟他了。哦，等一下，怎么了？怎么了？有例子，刚我看到例子，可以吗？可以吗？会，还是送？一直没有，没看到。扔一些青金石，我扔一些青金石给你了，你有看到吗？地上。杰克，我前面，你用青金石有没有扔满地？他吸走就那个了，知道吧？嗯，对，这青金石比较便宜啊，没什么屁用。哎、欸，我身怀巨款，要不要先回家还是不用？你们行，可以先回去啊。好啊，那你先回去。好。哇，这样变成是我跟团团在走了。可以啦，可以，他自己。没看到哎、欸。哇，他们包那个了，他们都包羊毛了。没关系，我是战士，我忘记带剪刀。我也忘了带剪刀。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剪刀。那个，等一下有谁可以带个剪刀吗？中介箱是跟谁买？耶、yeah ，中介箱只能放在家里。杂物最后，好、哦、杂物，好的人、欸。打过来喽，打过来喽。只是我没剪刀，打不了啊。欸那个桃木剑可以打，我打，你打，露出来了，苦力怕露出来了，打不到，要再开一个，打不到，好，这边可以了，嗯，苦力怕歪露，有人来，哎、哦欸，阿纪躲那么久，哎、欸，有人没事，我在打，好，你打，哎、欸，好、哦，死了，他们有小三了，哎呀，音乐是小三。小三音乐、哦，你堕落了。他也想要有这种复杂关系啊。那团团，我觉得我们没办法，垫脚石不够。嗯，还有蓝色的啦。可是我觉得接下来用那个天桥比较好。会用天桥比较好。我们去赚大钱，赚大钱。好。我也是支持影院哈记啊，可以啊。我们来看钻石。Hello， 六颗绿宝。钻石哦，钻石 好多，六颗。我这边五颗哦，可以换很多东西。嘿咻，就削一波钱回家。嗯，有了。哎、欸，那个团，等一下，你这边也换一换。好，钱你带回去。好，那你继续在前面。对，好，我走了。等一下换那个，有鸡蛋帮你换了。天桥，好，帮你换鸡蛋了。好，鸡蛋，我鸡蛋糕。嘿咻，有音，这是哦，我们队的吧？啊，我们队的，队的看得到啊？你不是说隐形？看得到。我说隐形的，我们队的。我的，我自己人，自己人呐、啊，不用怕，买欧北来，欧北来。他们感觉也现在没有再过来了。嗯，没关系，至少中间的资源都是我们的最大量的钱钱、嗯。中介箱有人有换了，我换了。好。没有，剪刀买一些，前面铺一铺吗？好、啊，那我们一起上。还有一个东西，朋友点好。还要给我什么？你在哪里啊？真是给你啦。你给我钻石，我愿意。没有给你催泪瓦斯，你不要乱讲。看错了，我都是泪水。给你钻石，不要哭，不要哭。哦，闪电什么什么什么被雷劈？谁是雷？我是团团，你被雷劈了。嗯。哎，我躲在室内没事啊。躲在室内没事。哎。啊，团你好雷啊、哦！我怎么这么雷？哎、欸，这边，你雷爆了！天桥，有一堆，我现在已经有弹了。放心，我有十一颗，走吧，来吧，十一颗能量。这里有一个人哦，他隐形，是，一个，我跟你1.8，跟你1.8。
你为什么打巧克力？哎、欸，还有一个、哦，还有一个隐形哦，杰那个杰克，哎、欸，这里。好，是，哇，你好猛啊、哦！情侣隐形哎、欸，不敌我们两个情侣啊！反正我们好猛哦、喔。等一下，乔乔，我迷路啦！那就我先来这里天桥啊！我狂丢啊！我们有好多个啊！很多路可以走啊！啊，他掉下去了，条条大路通你们家啊！哎，这样应该还可以吧？啊！他打我，巧巧，好痛！打回去，打回去！那个女人，他射我！我忍他很久了，他又射我！坏女孩，坏女孩，坏女孩，还想吸我的剑士！哇，他通吃哎、欸！他们是不是都躲在家里不出来啊？哎、欸，整装吧。嗯，对啊。哎、欸，你们可以进来。有人来了，有人来哦！进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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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Okay. 靠你把那个弄掉。有，我直接放，我直接放羊毛。哎、欸，我直接放那个羊毛清除器。干掉他，干掉他，干掉他！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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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一起。我在打，我在打，我在打。快点！云好痛，云好痛！小三的力量，但我跟着他，我跟着他，我跟着云了。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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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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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努力，血量太多，血量太多了！哦！哈哇！哎呀，我们情侣初级果然没问题啊！太神啦！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少点。不要小看我们巧凡情侣啊！你们这个隐形情侣档就被我们抓住了。好烦哎，刚过去就被抓到了。我巧克力说看到你，我就去追你了啊。对，我就看到你在那边喝。不是啊，我想说跳下去会受伤，到了再喝，怎么知道一去刚好你们跟别人。这可是情侣大对决。可恶！可恶！而且我抓到你，然后不是繁星就说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我有说我听到声音，我听到声音，还有一个，一个。然后眼角看到粒子效果就挥下去六六六可恶太快了这也太好笑了吧刚刚洋洋一直在射繁星他是女人他只射我悄悄好痛哦哇这边是怎样大平台刚刚就被丢那个啊有十一颗蛋就把我一直丢一直丢乱射一通直接建筑了吧这个对啊系统真的有够发气结果我们刚刚玩的时候都在讨论说小三会是谁小三会是谁很好奇有没有来猜猜看我也蛮期待我们的小三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小三应该就是杰克，他不想要承认，所以他就是死守，死守在那边，哦、秘密，原来、嗯、不想被发现、哦，这个秘密不可以揭露啊！抓到，他整个超强防御啊！杰克讨厌，你躲在二楼，躲在那个塔的最上面，然后偷偷躲那边，你可以绕圈圈，然后也跟着他一起绕。我刚有看到一个立场在那边跑来跑去，嗯。应该是、嗯、好像有人然后就绕绕逆时钟也逆时钟了、啊、我就帮他整个封门然后给他那个青金石叫他撒青金石努力的去抓那我看到你来的时候就先把我们家的东西箱子先看过一遍、嗯、都没有然后就看一下楼上开箱了可恶去偷我 没偷到东西请禁止你的小偷行为请禁止你们要在一场还是直接观众场？都可以，都可以啊，都行。哇，那我们要抓小偷了，抓小偷，抓小偷。观众场是抓不完了，抓小偷，有什么小偷游戏啊？观众场感觉很可怕哦。好，先这样，我们先在一场好了。我刚忘了跟他们讲那个抢房。OK， 好吗？你抢房要一阵子。嗯，输入。OK。对。抢。刚一出门忘记买方块，我觉得从另一边会比较方便呢、欸。
所以虫子就跳得快、欸。我还想说，杰克人不见了，应该是在附魔吧？我要跑去附魔台那边找到。34人，谢谢谢谢波浪符，感谢秀虚定。啊，秀。我左边比较好，比较容易。刚刚情侣一出来就，哎、欸，繁星变正宫了耶！超兴奋，啊，上位了，上位了。位圈好乱啊！怎么上位了？好乱！巧克力是上一场的小三好吗？怎么是上位了？对，是巧克力上位了、啊。这聊天是各种贵圈真乱，真的是好乱啊！真的乱。这作者是不是腐女啊？严重怀疑吗？疑问句不是疑问句而已，没有肯定。啊！啊！来分队，好，对，好，好，这不是跟刚刚？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在摇摇摇？我换过去了。哇！我们不是金色狂风了哎、欸？他是为了谁过去啊？蓝色水银，那个蓝色蜘蛛网了，蓝色蜘蛛网了，我要拍八点档了。嗯。我们是蓝蓝路，来吧！榜第第三场哎、欸，太夸张了！我的天哪！谁跟谁呢？都来了吗？好了，情侣蓝蓝路。如果是杰克跟谁谁谁，就知道你为什么要守塔喽。那、杰克怪怪的啊！杰克，你又怪怪的。你是不是小子？哦，你在偷跑，你偷跑，偷跑，还想跑去哪、啊？哇哇哇哇！我买方块，我买方块。你买方块好，那你电的要快哦。好，那我买那个打人的，你全买方块吧。